晕了，对，那我被绑起来怎么逃？你们起来，看一下能不能帮你找一下绳子，起得来吗？试一下，我去外面。解脱了，爸爸一解。哎呀，哎呀，不是，弄错了，拉短条啊，对，短的那。哦，可以了，怎么办？赶快，小孩，假装弄啊，快点。你去外面看一下有没有人了。外面了。哎，对，看一下有没有锁，看门口在外面。拿上棍子防身，这样子。有几个人？一个。那行，你到我房间里面，我把他引进来，然后你就趁机把他给打晕。小心点啊！给他小孩子给他。小朋友，没事吧？那边有大狼狗，有大狼狗啊！他们把我们那抓来这里干嘛？不知道啊，抓我来这里吊了24小时了。那你怎么被抓了？哦，我爷爷叫我上山砍柴，然后就被他们偷袭，拿个蛇皮袋一套，然后就套到这个地方来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外面有狼狗，我们也搞不掉。这是荒山野岭的，什么地方我们也不认识。对，小朋友，你们先去那边躲一下哦。等一下我们叫你出来，你们两个再出来。